真的没有。好，拍手拍手。一扫干而已。太多听众打电话来找你。那都是一些酸民。对，都是酸民。所以。姐轰入地现场惊爆营，要公电话被打爆及喊卡。这个心情看你要不表演什么了。公主在庙里面吗？如果庙公英子，他给土地公管，我要看土地公愿不愿意啊？不然我先给土地公管位。5月30号，台风夜，法拉利姐张婷婷直捣中和轰入地还愿。为了实现粉丝心愿，法拉利姐得先通过圣杯的考验。超级公杯啊！你都有粉丝专业的粉丝。说那个要打赏我星星，如果上杯，我就是去给庙公讲说唱那个金包银哈。又过掉这几黑年啦！哦，圣杯，庙公你好啊、哦！我抽到卡托尼公杯啊，华杯，因为粉丝有打赏我礼物哈，爱因为他挂卡托尼公啊，华杯托尼公又杯啊，英俊公，我在那个前面唱一首歌。好，没关系哈，好，谢谢。我的性命是空中的报应，我的性命不得志。把人家归罪，是金的妙意。我那是月光来，让你出代志。好，拍手拍手。一扫干而已。太多听众打电话来找你。那都是一些酸民。对，都是酸民。所以，我怎么哎？因为他们经常都在外国，没关系。好，拍手。不然我们不会禁止这个。天天都是的，三五半岁，外国人听都不了，是不是？